那个去，小雪说带我去她家，然后去参观一下，然后去看一下那个乐乐的外公外婆，然后去看一下乐乐哈。我们没参与福袋，参与福袋家了吗？没参与福袋，参与福袋哈。你怎么老是看着我笑啊？你现在，以前的时候你都不怎么爱说话，感觉你现在有一点不一样了。有点不一样了，是吗？哎呦，现在你们都在春忙季节了哈，都在种，就是，对，都在犁田。都在犁田了。对。我们那里都是要啊，但是我也以前就是小时候我家里还种田，现在就是自己也没种田了。那我们家还种很多田呢。还种很多田啊？对啊。那刚好我赶过来也可以帮你干一点。会不会有？会啊。对啊。犁田你都会？会。非常谢谢啊，谢谢夸奖哈，谢谢夸奖哈，他们都说你很漂亮嘞。啊，谁呀？谁说我漂亮？就是我直播间的家人们，哥哥姐姐们啊，对。他们是不是在安慰我呀？没有啊。我现在有了乐乐之后，都每天都不顾形象，就猪头垢面的在地里干活什么的。不顾形象。好看，好看，真的好看，漂亮啊，我们漂亮，我还是有点，家人们，就是因为这么多年也没跟他见面了，我还是有点小小的紧张哈，还是小紧张。我这个人本就是平时也不怎么会说话哈，平时也不怎么会说话，现在看到你我更不会说话了。你现在还喜不喜欢吃那个洋芋啊？洋芋啊，你讲的那个土豆啊？对呀，我记得上学的时候你特别爱吃那洋芋。我跟你说，我种了一大片，一整那个地里面一大片地都是种洋芋。种洋芋啊？对，现在乐乐也很喜欢吃。他也挺喜欢吃那个是吧？这是哪里？这是贵州黔东南哈，就是家人们哈，就是这是我的大学同学哈，他叫小雪哈，我们在大学相知相恋哈，认识了4年哈，后面他就回家来，就是因为某种原因他就回家了哈，就是一直在家里面，然后照顾我们的乐乐嘛，照顾乐乐。我是贵阳那边的，然后赶到这边哈，今天刚赶到这边，然后就是也刚找到他，现在就去，然后去他家里面，然后去他家里面参观一下，去看一下那个乐乐的外公外婆啊哈。如果你早一点来，就可以看到这里全部都是一大片油菜花。哦，很漂亮，因为现在都是油菜花籽了，你看。哦，油菜花籽啊。谢谢你们哈，谢谢你们。就是你们没参与福袋的，参与福袋哥你们，就是左上角这个福袋哈，有个福字哈，你们参与哈。现在我还是有点小小的紧张哈，小小的紧张，毕竟这么久没见了哈。他也就是现在，我也不知道了，现在有没有成家哈？有没有成家哈？哎呦，就是咱要不要先问一下他成家了没有，家人们？我们就是没参与这个福袋，参与这个福袋一下。哎呦。谢谢送的真好看哈。没错。就是你这次过来是专门来找我的。我是想这样子的，就是想把你跟乐乐接到我们那边去生活。你们那边生活啊？可以啊。真的？可以。要回家商量一下。回家商量。回家。好，那么回家嘛。就是你这么多年有没有就是在家里面有没有就是找到新的那个？没找。啊？没有。没有啊。你呢？你那么多年有没有人呢？我啊，没有没有。没有吗？那么多，差不多
4年了吧？差不多4年了。就是那时候你回来的时候，这个事情我也是刚听李哥说这个事情，我也一直蒙在鼓里，不知道这个事情。那时候你，那时候我打你电话打不通嘛，我那个那个手机然后掉了，就那个号码没有补回来，就用的其他号码了。哦，嗯，所以啊，那时候当时我们不是分开嘛，嗯，分开之后毕业就分开之后，我就回到家里，回到老家，然后那段时间嘛，我怎么感觉我吃什么都没有胃口啊，嗯，又总犯困，后面就去查了，就发现有了嘛，哦，有了之后。我就赶紧给你打电话，可是怎么也打不通。我那个手机掉了，上次，嗯，对，掉了，然后就没有把那个补回来。怪不得打不通。嗯，菩萨有了有了，家人旁，你们参与菩萨。我还去贵阳找你了。你还到过贵阳去找过我。对啊。可是也找不到你，贵阳太大了。嗯，太大。嗯。就是。你带着他就是一直就是这几年你都一直待在老家吗？嗯，一直待在老家家里嘛，因为肚子太小了嘛，想去工作的话也、嗯、也就是说没时间嘛。哦，哥姐们，我们站在网上走一走啊，站在网上走一走哈、啊、现在我心情有点小紧张哈、啊、有点小紧张哈、啊，现在就是特别紧张，有点，对，我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我就是特别开心哈、啊、特别开心，现在来到这里有点小紧张哈、啊、还是有点小紧张，而且现在紧张比较多哈、啊、哥姐们哈、啊、哎呀，我们哎，谢谢啊，谢谢哈、啊、走吧。我们这里人太多了，人太多了，这里好像怎么了？没有，这里好多人，好多人在看着我们嘞，他们都在看着，都在田里面嘛。哦，哇，好多鱼呀、啊！哦，真的，你们这里好多大花鱼。这个田是不是你的？这家田是我大妈他们家的。大妈家的、嗯、真的好多鱼，家人们你们看到没有？家人们真的这个，你们这边是叫那个稻花鱼啊，好多嘞！你看这个田里面真的好多，一直这个水一直在动，有没有看到家人们？嗯。你喜不喜欢吃鱼呀、啊？我啊、嗯，喜欢。喜欢。嗯。那我等一下，去抓两条鱼，到时候晚上我们吃鱼嘛。你还会抓鱼？抓鱼小意思啦，抓鱼怎么不会耶？小意思，就是李哥那个照片，就是你给我看一下呗，那张照片。照片。啊，就是你之前就是上个星期发那个动态那张照片，来给我们看一眼嘛，因为我。给你看嘛。好、哦。挺像我的，这个、眼睛好像你哦。嗯。这个嘴巴，这个嘴巴，他们都说像我。对，像眼睛，我觉得特别像你。嗯嗯。都是那种单眼皮，然后又是大大的那种。大大的那种。嗯，真像。看了哥姐们看了哈。嗯。你谢谢啊，谢谢你们夸奖哈、啊，谢谢你们夸奖哈、啊，我还是小紧张。就你，不好意思，这人太多了。你们就是让我抱他的话，这人太多了，家人们，这人太多了，哥哥姐们，你们看，说他们都在干活呢，这么多人在这里，咱去抱他也不好哈。哎呦，等一下好吧，等一下家人们哈，你们就前场看着我直播好吧，哥姐们，等一下看小陈怎么做好吧，哥姐们，啊什么，加油。我们点点赞哈，点点赞，家人们，我们赞点一点哈，赞往上走一走哈，点一下。小雪，嗯，就是，你就是大概就是一直在家里面，但是收入是怎么来的呢？收入的话就打零工啊。
打打零工，然后现在这个季节就上山采茶嘛。哦，上山去采茶。对，采茶一天也能有个七八十块钱。一天有七八十块钱。嗯，七八十块钱，算二十天啊。嗯。十天八百，一个月也有1600啊，1600。那有时候又没空去啊，又要去挖地啊，就没空。嗯。嗯，有空的时候就去嘛。哦。今天早上我去，刚刚在那里碰到你。我是来到村口，然后看到个阿姨了，她说刚你看你拿着个提篮，她说去山上摘茶去了，然后我就跑到那边去，就是那个山上，叫什么？刚我们从那个山上下来哈，就是跑到那山上去，她在摘茶，然后我问他们村里面个阿姨哈，她在上面摘茶，然后就跑到那去了。怎么呢？嗯，感觉你现在好关心我呀。有吧？嗯。你呢？你怎么样？过得你那么多年。哇。啊。你还是这么会关心人，我还是，就是以前我读的那个专业啊，你也知道啊，然后就一直在那里上班啊。现在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，好吧？嗯。现在我的，啊？什么好消息啊？现在我一个月有4500了。嗯。可以吗？我就说你一定可以的。当时我们毕业的时候，我就说。你一定可以的，一定可以的。看你这么不会照顾自己，自己一点都还没弄好。一点都还没弄好。嗯。嗯。你是不是没有好好吃饭呢、啊？怎么看起来又瘦了一圈？我吗？嗯。没有啊。没有吗？嗯，我没有瘦啊，我哪里瘦啊，江哥？那是谁呀、啊？那怎么这么多人呀、啊？哦，隔壁邻居是吧？他们可能在去买那个辣、嗯，现在马上又种辣椒了嘛。哦，辣椒苗。哦，种辣椒是吧？嗯、哦，哎呦，哎呦，他们在干嘛？这阿姨，你们在干嘛？阿姨，我们要买丢家辣盆酒。哦，种辣椒是吧？嗯、哦。他们那盆景，嗯，还有辣椒，嗯，嗯，走嘛，我带你回家，走嘛。啊，嗯，哎呦，这人好多呀，你们这里好热闹呀。他们几个娘娘在这里，可能刚去镇上买了那个辣椒苗。哦。等一下说要去地里，就种辣椒嘛。哦。快，你要弄啊？太紧张了。哎呦，他说什么呀、啊？他们在说什么话呀、啊？我们没听懂。哦，是阿姨啊。这是小陈。哦，阿姨，你好。老板啊。哦，咦，他说什么呀、啊？他不会说普通话，问这个是谁？我说这是小陈，这个的那个。哦。啊，他们说什么、啊？家人们，我没听懂哈、啊。阿姨好，阿姨好。哦，进屋坐啊。嗯。哦，进去坐嘛。哎呦，人好多呀。妈妈刚要过去、哦、看他。阿姨好，阿姨好。嗯。嗯。他不会说普通话。哦。他从来都没有到外，就是出过省，没有出过县。哦，我是有点小紧张了，现在我有点小紧张了，还是有点小。嗯。走，我们进屋坐吧。嗯嗯。妈，让他说了，啊，扶一下阿姨，慢点啊！阿姨，这是不舒服是吧？嗯，他就是年轻的时候，那个农活干太多了，那时候太累了吧。哦，好好，嗯。咱进去看一下啊，看一下。他什么？就是有点，因为这么多年没见了嘛，家人们，怎么跟他这么多年没见了，还是有点小紧张哈，还有一点小紧张哈。哎呦。他看到吗？不舒服，咱我看一下能，我看一下，阿姨，先生小心，我们正在往上走一走啊，阿姨，哎呦，就我们福袋参与一下，我们去那个一下，这个什么呀？
这个厨子嘛。那个是叔叔是吧？那个叔叔是吧？对。哦。他刚去田里面犁田来嘛，干农活。哦。嗯。哦，这个。这个。哎呦。拿这个，老爸给拿这个给你吃。哦，谢谢，等一下我回来吃。小雪，你放着小雪，我跟你说个事情。你过来嘛。走，过来，阿姨你在坐，阿姨哈，在坐哈，就是，我跟你说个事嘛，你说，就是你们这里有没有那个超市啊？超市我们村没有超市，啊？没有超市，只有小卖部。小卖部啊？嗯，没有超市。就是你带我去那个小卖部一下，好不好？你要买什么呀？就是带一个去你们村上比较近一点的小卖部，在哪个位置？然后你带我过去。哦，你要买什么呢？我倒一点水给你，你要买什么呀？我要过去，没有，就是我过去买一双袜子。袜子？对，买一双袜子穿一下。我家没有新袜子。嗯。那我陪你去吧。嗯。我跟我老妈说一下。你跟老妈说一下嘛。妈。你跟她说一下。他们在说啥？咱们听不懂，哥姐们他说什么？我没听懂啊。我老妈说，那快点回来哟。哦，好。我打好招呼了，家人们，打好招呼了，走。哦，好的，阿姨，我不走哈，今天我不走，不走，我去一下，等一下就回来了。哎，我等一下我回来吃，阿姨，谢谢你的好意，等一下我回来吃哈，改一下手，你等一下我。哦，快点哈，这是，这。我现在有点还改不了口，家人们，还有点改不了口，等一下吧，好吧。好。哎呦，这是他姐姐吗？这个是他姐姐吗？我们站站往上走一走哈，谢谢你们支持，家人们，谢谢你们支持哈。我们这个红色开关门按了按一下，站站往上走一走哈。现在就是我们就先不要跟小雪说，然后去小卖铺跟他们买点生活用品哈，先别跟他说哈，待会他说了他肯定不带我们去哈，因为我很了解他，我们那时候的时候他就特别怕我花钱之类的哈，我们就先别跟他说，然后让他带我们去哈，然后随便搞一点哈，家人们哈，你们也不要挑理好不好？可能就是小陈就是年纪小哈，可能不懂事啊，有很多事情可能需要哥哥姐姐阿姨叔叔哈。你们就是提点小建议哈，我一下子改不了口，他们都想让我叫老妈，他们都想让我叫老妈，我教你动画吧，因为我老妈她也不会说我普通话，动画是吧？可以，就叫老妈了，动画是怎么说的？啊，这样啊。雷是吧？嗯。哦，好。那个爸爸就叫卜。哦，雷卜。嗯。雷。哦，雷跟卜哈，家人们，你们帮我记一下，等一下我怕我搞忘记了。就是你带我去最近的小卖铺哈。哦。去看一下，不知道开不开门。因为现在都在地里忙嘛。有时候他不开门的。好，知道，家人们哈。主播，能不能再搞个福袋？好的，再给你们搞个福袋，家人们，再搞个福袋有了哈。哎呦，这里，就是乡里乡村的哈，人太多了，因为你们知道嘛，村里面就是，哎，你们说的那个叫啥来着？我是听他们说的那个情报局哈，不是，就是，对，村里面有那个太多，那个是吧？对。啊，吃瓜群众太多了，待会儿，不好，我们先暂时别那个，好不好，家人们哈。我娘娘他们都看到我跟你走在一起了。看到我走在一起了。他们肯定要等一下要去问我老妈说。这个是谁是吧？因为我也是第一次来到这里，可能他们就是他家里面或者他的娘娘啊、叔叔阿姨啊，他们亲戚朋友亲戚朋友哈，就是看到一个生面孔哈，肯定会在问我是谁呀、啊，因为我也是，哎是，谢谢你们夸奖哈，家人们，我们站站往上走一走，现在我们去那个去小卖铺哈，搞点东西哈。
到时候我要介绍你给我所有的朋友他们认识。是你可以啊。你要因为我也小姐、嗯嗯、我跟你商量个事情呗，就是、啊、什么事？我这次过来我是想这种的、嗯、然后想把你跟那个乐乐然后接到我们那边去，你看这样行不行呢、啊、接去哪里啊？接去贵阳啊。贵阳？去贵阳、嗯、去你家？是一家人吗？是就我肯定开心啊，肯定开心了啊、但是还是得跟家里面人商量一下。哦，商量一下是吧、嗯、晚上我们一起吃个饭，然后跟他们商量一下嘛这个事情。 好吧。嗯，我刚刚我不累，就是他刚看到你他就很开心，你没看到他一直在笑吗？我也看到了，看到了。那个我来就叫我去田里，叫那个我不去田里，去抓。你刚刚不是想吃鱼吗？他们去搞大花鱼去了。对。不要搞这么客气，不要搞这么客气。哎呦，他搞了，还去搞大花鱼去了。嗯、还有啥？那个，你喜欢吃鸡还是喜欢吃鸭子啊？你家有那个土鸡土鸭？有啊。有啊。嗯、哎呦，那，哎，那是等一下随便。随便吃点，随便吃点，搞只土鸡就行了。好好好，随便吃点。好好好。等一下，我跟我老妈说。先别着急跟她说嘛。嗯、先别着急跟她说。我问一下，就是我老爸老妈有没有在看我直播哈？老爸老妈，你有没有在看我直播呀？有没有在看我直播？就是我常跟你提起的那个小雪哈，我们大学同学，然后大学认识的，有没有啊？你有没有在我直播间？在不在直播间？在你哪个在哈、啊？这些我常跟你说的那个我的大学同学小雪，在。小雪，我还想就是问你一个问题嘛，嗯、就是你们这里他，哎，你们这是什么族啊？你这个？我们是侗族啊。侗族是吧？对。你们这侗族就是如果就是两个男女到一定成婚论嫁的年纪，他们就是怎么要举行这个流程呢？或者他们你们这地方的习俗是怎么操办这个事情的？流程是要先订婚嘛。啊，订婚要挑堂挑爸爸，就是挑那个大大的那个爸爸来订婚家里。大大的那个爸爸。对，圆圆的那种。哦，还需要有什么？然后结婚的话就是要在我们村上办酒席嘛，啊，那要请亲戚朋友吃饭嘛，啊，然后就是，没事没事，你说嘛，没事，就是、我家里面都在直播间，我都是没事，你就说嘛，放心说嘛，没事。就是结婚的时候办酒席的时候，嗯，你是在要想问我什么呢？没有，我就是让他们做好心理准备。我想让我家里面做好心理准备，就是就说重点好吧。我们就是那个多少啊？哪个？就是那个礼信呐，那个礼信，彩礼。哦，那你直接说不就好了？拐弯抹角的。没有，你不说这个重点，我不好意思说。我你跟。具体要跟家里面商量，要商量啊、嗯、就是平时你们就是村里面年轻人他都是怎么操办的呢？哦、我们这边一般都是18000-28000这样子。18000-28000是吧、嗯、哦，18000-28000、嗯、也还好。还要一头一头牛一头猪。哦，一头牛一头猪、嗯、就是我家里面没有养猪养牛。哎，那有没有猪的话可以好商量，但是牛必须要有。牛必须要有是吧？对，牛啊！因为我们这里办酒席的话，都必须要做那道牛瘪那道菜。如果没有做的话，哦、会被亲戚朋友就是说闲话嘛。哦，这种的是吧？嗯。哎，他那个牛瘪，牛瘪，牛瘪是什么啊？牛瘪就是一道菜啊，我们一道菜啊，来到我们这里必须吃的一道美食啊，一道菜啊。牛瘪是什么？牛瘪有没有知道的？牛瘪是啥？就家人们。牛瘪你都不知道吗？没吃过。很好吃的，很香的。很香的。嗯。好。就是有没有知道牛瘪是吧？我有机会去，我回头去尝一下这道菜。有没有知道牛瘪是啥玩意啊，家人们？牛瘪是什么？
就是，你们知道的，知道的，知道的打出来哈，知道的打出来哈。啥？牛排，牛排是吧？不是牛排，就是牛饼嘛。哦。可，你们牛排是啊，家人们。哦。你啥玩意儿？芒果、葡萄、无籽提。你们吃。苹果、香蕉、莓果干。西瓜、茄瓜、西红柿。啊。很好吃的，可是这道菜我不会做，我老爸他会做。啊。明天我们今天先吃鱼嘛，明天我叫我老爸做给你吃。他会做那个道菜是吧？牛尾巴。牛尾巴，不是牛尾巴。哦，牛尾巴，什么玩意啊，家人们？我不知道啊，我没吃过，真没吃过这道菜。哦，哦，懂了，懂了，懂了，哦，懂了，知道了，知道了，这道菜还是非常有，到时候回头尝一下，回头尝一下，回头尝一下。哦，知道了，谢谢你们，谢谢你们哈，谢谢家人们，我们站站往上走一走吧，家人们，我们站站能不能点到50000赞，家人们，你们边点赞边把这红色开关按一下哈，你们边看我直播的时候，然后站站往上走一走，然后这个红色开关都按一下哈，然后福袋还有1分钟哈就开了哈，你们没参与的参与哈。小陈，我好开心啊，好开心。我们就先就是让这样子吧哈，就是先让小雪带我们去那个去小卖铺，你回头去，小姐，回头去，回头去，就是先不跟她说，就是我们去跟她搞点东西哈，就是人情礼重是吧？是吧？人情礼重哈，咱就是多也多多少哈，就是一种人，就是一种理性哈，然后看一下她有需要什么，然后就咱就搞一点好吧，家人们。你在跟他说什么呢？哦，我没有啊。没有啊，还要背着我说。没有没有，加油！谢谢你们，谢谢你们，家人们。才艺，哎呦，你们这村的好大呀！小寨、中寨还有大寨。哦，这是中寨、大寨是吧？嗯、哦，中。前面一点就到小卖部了。前面一点到小卖部了是吧？啊、哦，好。啊、哦。我知道了，家人们哈，就刚刚我说的那个牛瘪哈，谢谢你们哈，谢谢你们，就是跟我解答这个问题哈，我就是。也不知道哈，谢谢你们哈，谢谢你们哈。我们直接，我们站站往上走一走，家人们，站站走一走，走一走，然后这个红色的开关没按的按一下，好。小陈，刚刚你怎么要问到彩礼啊？你是不是？没有啊。嗯。了解一下是吗？我是想过来，然后。看行的话，把我们这个事情给他办了。就是想跟你补办一个。我觉得我好幸福啊。好幸福。嗯。家人们都吃饭了没有？你们都吃饭了没有？你没有穿袜子吗？你要去买袜子。啊，你没穿袜子吗？要买袜子。我没带袜子过来，因为这个天气太热了。哦、天气太热了，就是我每天都要换袜子。我家里那个勾了那个鞋垫，到时候我拿2-3给你去垫了。鞋垫？嗯，好不好？你还勾？你还自己会勾鞋垫？对呀、啊。可以啊，鞋垫。我没吃哈，没吃什么哈。
对啊，这是你们街上吗？你们村啊，哎呦，你们村挺好的。看到，我是有点小紧张，家人们，的确有点小紧张。我平时不怎么爱说话，不怎么爱说话，所以说话吞吞吐吐的哈，你们别太介意哈。嗯，哎呦，谁呀？前面这么多人，你们在办什么节目吗？没有啊。好。过两天过节，普通的商量吧。哦，你们都过两天过节是吧？哦。还是有点小激动，呵呵，没事。啊、哦。马上到小卖部了，家人们哈。哎呦。原先的那个耕地呢？他那个。这里是吧？咱就是看到有，我过一点，咱们就看到有什么需要的，咱就搞一点哈，看有什么需要的。有没有袜？不用不用，我自己来。你坐着嘛，坐着，我自己来。有什么袜子？啊？我自己来。我自己来，搞那一盒吧。这盒都搞了吧？就是你有没有就是？白色给你这个好不好？啊？白色好不好？嗯，都行。这一盒都拿了，拿了。啊，一盒都拿了，哎呀，你那么多干嘛？然后你平时就是乐乐都喜欢喝点什么？啊？乐乐都喜欢喝点什么？乐乐他喜欢喝那个旺旺，还有那个金龟呀。旺旺跟我来两箱，然后那个金卫来两板。你要买东西给旺旺，给那个。没有，那个，两箱。对。然后那个金卫。一箱就够了。啊。没有搞两箱，好事成双，哪样？那个纯牛奶有没有？纯牛奶没有了。没有了是吧？对。哦，那个平时你们过早有没有那个用鸡蛋煮面吃啊？过早就吃面条啊。吃面条是吧？来有鸡蛋吗？跟我来两把鸡蛋。面条搞一点。对，可以吗？要六把，六大顺。嗯，对，我们不。你买那么多东西干嘛？等一下拿不动。吃得完吗？吃得完吗？老板，这个来点那个，还有点什么？家人们，还有点什么？我们就是八宝粥来两箱吧，来两箱。我们就这种横着放的啊，不竖着放的，叫什么？就这种横着放，对。横着放是不是？对。这样放。嗯，放就行了。好，待会儿我们还看到，大米200斤。200斤可以。大米有没有？有啊，拿过来。有的人。你拿得动吗？要不要？需不要我去抬啊？你自己种田。你家自己种的大米拿过来。很多大米啊。拿过来，有大米就拿过来，搞两袋。哦，这个啊，哎呦，
可以可以可以，放在这里。哎呀，放在这里。好、哦，等一下称一下。还有。来那个。也是自己打的嘛。是啊，我们都是自己打的。自己打的米是吧？那个油来六桶。油来六桶。啊，油六桶。这个大米太多了，没事。你们说，你们说要大米就要大米。啊，够了没有？是六。你们要八桶是吧？再加两桶，老板，再加两桶。啊，对对，八桶。我们这是点点赞，叫了吗？点点赞，然后这个红色开关没按，按一下哈，慢点啊，小雪，慢一点哈，才放在上面是吧？慢一点哈，慢一点。大的没有了啊。大的没有是吧？这个来那个，王老吉来两箱。王老吉两箱。不。就是你们说要买大米就买一点，没事，买一点哈，这自己的心意哈。还需要那个什么叫七度空间有没有啊？有。哎呦，七度空间啊，七度空间是啥玩意啊？不知道。哎呦，七度空间。我们就是别挑理啊，买多少是多少吧。哦，原来是这个啊。哎呦，这个你们还是挺懂的啊，真的吗？你们是挺懂的。还有。那个，方便面来两箱吧。要得。全部堆起啊！对。来那个八宝粥有了，家人们，八宝粥有了。来，还有那个纸巾来两提，纸巾。纸巾两提。啊。哎，小雪。平时那个阿姨穿的那个鞋子都是多大的？她是说她家里有鞋。穿鞋有没有改缝鞋？有。37一双，38一双，两双鞋子。可以。我们就是买一点有需要的哈。哦，那个是吧？哦，好好。可以的，那个8+1跟我来两箱。可以。8+1什么叫啊？什么叫8+1啊？就是跟他翻译一下，用动画跟他翻译一下，用动画跟他翻译一下部分。他们不懂8+1是什么？不懂8+1是什么是吧？8+1是这个。是不是这个？是，挺可爱的这个阿姨。再来点那个，还差不多了没有，家人们？我们还需要点什么？就是那个小快乐，来两条，就是这种吧，就是。小快乐什么叫小快乐？就用动画跟他翻译一下。小快乐小丁。就是用你们本地的那种小快乐，就是平时他们就是叔叔喜欢搞的那种小快乐啊。我们就这种家人嘛，就是直接用那种有的哈。就是他们平时我们就不什么华子什么那些的哈，他们也抽不习惯哈。我们站往上走一走，家人站。最贵的啊，那就搞两条这种啊。来那个那个洗衣粉来两袋。是这个吗？是放在这里。好，来那个洗洁精来两瓶。好，这个啊，好，可以，差不多了没有，家人们？我们差不多了没有？差不多了没有？差不多了没有，家人们？洗衣液有没有啊？洗衣液没有了。没有了是吧？有了，哎也，那就咱就差不多了，然后差不多了，够了没有，家人们？够了没有？给你们搞个福袋啊，让你们，参与一下福袋哈，够了是吧？够了，然后算一下。这个袜子，这咱袜子
先买了，哎呦，掉了。嗯、了算一下，老板。哦。还是不要这个，家里有没有秤呢？家里很多米。你量一下大概多少？我都不知道估计。你量一下，量一下大概多少？你量一下，你量一下，量一下称，你大概量一下，多没事的。有五十斤呐、啊。哦，五十斤可以，可以，好，可以，五十斤算五十斤，好，那算一下，算一下，福袋有了，有了，家人们，福袋有了，有了，你们去参与福袋啊，去参与福袋啊。这个。嗯。算一下，不着急，不着急啊。那什么，算。算一下啊。啊、哦，好，你算一下。有了，有了，你们就是。有了。有。1080。哦，好。家人们，我付一下款啊。你就是老板，有没有老板包不包送啊？现在我没有空啊，现在我一个人我没空啊。现在你个人没空啊？对。就是家里面没有谁在家是吧？一个都不在家，只有我一个人。哦，一个人都不在家。那你等一下，就是等一下，有空了跟我送过来啊。啊啊，有空。送到小雪家啊，送到小雪家，好，付过去了，老板哈，嗯，去小李小，小雪家，小雪家，就是小雪就是这个先装起来，这个先装起来，这个必须，拿了先啊，这个先装起来，先装起来啊，这个，等一下我就送到小雪家啊，嗯好，这个先装起来，拿过来，这个我必须要提着啊，这个东西，来，那你们，就是截个屏家了吗？你们自己截个屏啊，截个屏哈。来，你们截个屏哈啊，啊，然后就是，嗯，你们拍个照，你们截个屏，就是拿杠子挑嘛，拿这么一点不好，再搞一点，这等一下再，啊，你们挑大多少就挑多少啊，等一下你送过来，老板哈，我就送来，嗯嗯。不是老板不会写字啊，家人们哈，他不会写字。哎呀，福袋没参与的参与一下，福袋没参与的参与一下。哎呀，把它捆起来。我们点点赞吧，点点赞吧，都理解一下，家人们都理解一下。哎呀，这样他没有秤就这样了，你们说又要那个。咱就跟他搞嘛，好吧，咱也不是那种小气的人，好吧，嗯，把他，啊对，嗯，要不那个旺仔你还能不能挑，小雪，等一下，我过去，我帮你挑，还能不能挑旺仔啊？你旺仔呀，旺仔，它这个有点快断了，这个。哦，好好好，那先挑这么多嘛。等一下送过来，老板哈。啊。等一下送过来哈。啊，等一下。嗯嗯，好。怎么？那就先挂了喽。嗯。嗯，他们说啥呀？哦，这个小快乐袋子呢，家人们，小快乐袋子的，给你们都，你怎么，你不是说来买袜子？你早知道你买那么多东西，不带你来了。没有，就没多少，他们都说我小气嘞。你买那么多还小气啊？等一下了，送过来啊，等一下送过来，还多，理解，打个理解，家人们，理解，打个理解哈。他开着店也不是做咱一个人生意，对不对？他开着店也不是做咱一个人生意啊，都理解一下，嗯。
饺子、饼干、蛋糕糖。没有。白糖、白瓜、白水果。我们站在往上点一点，家人们，这个红色开关门按的按一下哈，红色开关的门按的按一下哈。哎呀。嗯。什么？不多不多，这里哪里多了？那么多东西。没有嘞。你现感觉你现在好懂事啊。哇，没有吧？谢谢送的，谢谢送的礼物哈，谢谢送那个骑马奔腾，谢谢送的礼物哈。我们点点赞，就是把那个红色开关按一下就行了哈，点点赞哈，家人们哈。哎呦，我等一下，我到前面一点，到前面一点，到前面，到前面一点，我来挑一下，啊，走，嗯。家人们都吃饭了没有？你们都吃饭了没有？就是家人们哈，就是等一下我们还要去镇上买点东西呢。等一下就是你看一下能不能请个假，请个假，待会我们去镇上搞点东西好不好？带乐乐，然后去镇上搞点东西。好啊。嗯。镇上。给他买那个冰糖葫芦好不好？可以啊，他很喜欢吃那个。那你刚才怎么不说他这里有没有啊？有，咱又打回去。有一个豆沙包。哦，他豆沙包是吧？我们这里没有那个卖，我们这里都没有卖的。哦，那行。他很喜欢吃那个豆沙包和那个冰糖葫芦。嗯。还没有吃饭，我还没有吃嘛，我所以问一下你们，我叫你们。还没吃饭啊？没有没有，我吃。现在记得。你还没吃饭吗，小三？啊？我吃了。是啊。吃了。感觉你现在说话好温柔啊。我吗？嗯。没有啊，我说话不是一直都是这样的吗？还要去搞点玩具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家人们，就是如果那个信号允许的情况下哈，信号允许的情况下，我就直接带你们去现场吧，好吧？行不行，家人们？好吧。乐乐最喜欢那个挖机了。哦，可以啊。个挖机。嗯。行是吧？好的好的哈，好的，等一下我们去，然后去看一下有需要什么的。哎，家里面有没有那个冰箱之类的？冰箱啊，冰箱有啊，有一个呀、啊哦、还能用是吧？嗯，用是还能用，用了蛮多年了。哦，看不能用的话等一下去搞一个。那没事，家里那个还能用，能用是吧？几年不见，十分想念是吧？底下挺想。我们到前面那里，我挑一下吧。嗯、到前面那里，我来挑。嗯、好、啊。嗯。好，我来挑是吧？好。嗯。等下我来挑。到前面一点。嗯。我挑也没事的，不重的。嗯。我挑也没事，不是很重。不是很重啊。嗯。我那时候去年，去年打谷子嘛，我都要挑扛100多斤的那个米。那不行的，这个。你看我哈，顶着篮，
顶天立地的这个，等一下我要被他们说了，顶天立地的男子汉，让你来挑这个东西不好，哦、你到前面一点，我来挑，到前面一点我来挑。现在有你了，是吧？哎呦，说话真的。希望也是这样嘛。嗯。好，就在那个位置吧。前面那个位置，我来挑，我挑哈，家人们，我挑哈，你们这边让我挑是吧？可以。好。家人们，我们站站往上走一走，家人们哈，能不能现在一口气干到？我教你们怎么点赞，好吧，家人们，我们站站太少了哈，帮就是，帮小陈，然后把。哎呦，福袋有了有了哈，厨子是啥呀？嗯，这个什么？厨子啊，刚刚煮的厨子啊。哦，这个、啊嗯、太大了。哎呦又给你捏一半吧。我吃一点点就行了，吃一点点就行了。这是什么玩意？这是什么、啊、哥姐们？这是什么呀？红薯啊。哦，哎呦，这个太大了，我搞一点小的，搞一点小的。就是搞一半了。嗯。有没有知道这是什么的，哥姐们？这个是什么？有没有知道？挺甜的，挺甜的。想抱一下。他们都想让我，他们都想让我抱一下你嘞。他们都想让我抱一下你。我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哎呦，多。他们想的是你想吗？啊，没有没有。我们去看一下那个稻花鱼来了，就是看一下你家那个稻花鱼。我去抓嘛。好不好，家人们，我去跟他抓，好吧，我去抓稻花鱼。在坡上。我自己去抓嘛。坡上有的没有信号。没信号啊？嗯。那没信号是吧？嗯。哎呦。在他下面。咱要不要去啊，家人们？怕没信号啊，怕没信号，咱要不要去啊？我想去搞一下稻花鱼，看我能不能抓到。我想去搞一下那个，看我能不能抓到，因为从没有抓过稻花鱼嘛。我们去接一下乐乐吧。哎呦，是啊是啊，这就是我的大学同学哈。下雨呀。真的下雨了嘞。给他按，他说好，很好，很舒服。很舒服啊。到时下次还有这个活动的话，我再给你推两单，好吧？你是在帮别人卖是吧？就是这样子的，就是因为很多我自己的粉丝嘛，他们就是刚刚看他阿姨插了，然后他们也想要，然后就给我跟他申请了30个名额。嗯。我们点点赞好不好，家人们，我们赞赞能不能干到10万，能不能干到10万，这小个这个红色开关门按了按一下，我们赞赞能不能再点一下干到10万，好不好，家人们，这福袋没参与的参与哈，去瓜分这个福袋哈。哎呦，真的下雨了嘞，
下了好大的雨。也不是很大好吗？毛毛雨。哎呦，你们这里好漂亮啊，家人们，它这里真的好漂亮啊。对，他是我大学同学啊，他是我的大学同学。嗯，你会不会唱你们那个动歌啊？会啊。你能不能就是跟他们唱两句？啊？嗯。这里人太多了，我不好意思。啊，他说这里人太多了，他不好意思唱。哎呦，那。晚一点我唱给你听。好。你就唱两句嘛，随便唱两句。那过那前面不是有个凉亭吗？前面人更多。前面人，真的人好多啊，这里。人好多。哦，都是就是那个春忙季节了啊，跟。我的鞋在掉了。来，我给你系吧，你拿着。我来给你系。对，下雨了，外面下这一点雨没事的，真的下雨了，家人们，他这边下雨了，不知道你们看到没有。哎呦，在干活啊，阿姨。哎，他们在搞那个。走，我们去前面来唱首歌，好吧？我给你唱一首歌。好啊，好啊。我唱歌不好听哦。你唱的都好听，我唱的都好听。嗯，你唱啊。我们去前面那里。等一下，我能不能念呢？我不会唱的话，能不能念呢？可以啊。可以啊。主播，我露个脸是吧？哎呦，来给你们露个脸啊！都下雨了，家人们，都下雨了，这里。面下了好大雨。Hello， 大家好哈，这就是小陈哈。谢谢啊，谢谢夸奖哈。下雨了，都湿了头发。哎，小雪他们想看一下你，想看一下你。看一下我。前面一点吧。啊。这个车在这里太吵了。啊。没睡，没睡哈，我开车过来没睡好。哎呦，好，就在这里啊。我给你唱首歌，好吧？路。如果你疲倦了外面的，哎，什么来着那首歌？我要看一下歌词，我不会唱。哪首歌啊？
就是那个叫什么唱来着呢？谁唱的？哎，如果你疲倦了外面的风风雨雨，就回来做我老婆好不好？哎，我不会唱，家人们，我真的不会唱。哎呦，我这问你，大概意思知道了。我们再点点赞，家人们，再点点赞哈。哎，主播不会唱歌哈，不会唱歌。这个红色开关门按了按一下哈，我手机没多少电了。好听，好听，好听。我这里没多少电了。Okay. 嗯。哦、我这里好没好脏啊，这里。好，那里啊，等一下回去擦一下那个。哎呦，走，走嘛。嗯。哪里啊？那里啊？可能这几天没休息好，那个挑的那些东西太多了，这里放不下。哦，他们都干农活的。那行，那这里是吧？嗯。那到前面给你涂一点。嗯。走。你给我涂吧。嗯。好。你。刚刚那个。嗯，你自己涂好不好？啥玩意啊你们？没有。什么呀？咱去那里躲一下雨、嗯，这下雨太大了。快点。嗯。他跑得好快呀、啊！你说那里这脏的是吧？嗯、是这里，还有这边。那你涂一下吧，那就来擦一下。我手机没多少电了，自己擦一下。是我自己擦到。哪里啊？那里啊？嗯。你涂一下。嗯，对，按一下，按一下，按摩几分钟，按摩几分钟。我自己怎么按？按一下。嗯，我们这样咯。对对对，这样子。涂上去有点热热的。热热的。嗯。主小陈，小陈，他涂的那个是什么？他涂的那是什么色？家人们哈，他是。是一个啊，强骨力活络油哈，香港大药房哈，香港大药房哥姐们哈，它是一个香港哈，香港政府注册哈，正品保证哥姐们哈，就是你们，擦一下它那个，就是啊，就是还有多少哥姐们没有拍到的，扣个小一哈，还有多少哥姐们没有拍到，扣个小一哈，扣个小一哈，还有多少哥姐们刚进来的新朋友哈，新朋友哈，扣个小一哈，刚进来的哈，刚进来是吧？那行哈，那行，那就是这样子吧。我看一下还有没有，你拿你手机过来，我帮你拍一单就行了。再拍一单，我看有没有这么多哥姐们是吧？新进来是吧？嗯，再帮我拍一单嘛。嗯，你囤一下就是。这个小陈是吧？啊，对，小陈，来，你进来我看一下有没有名啊，看一下。169了。169了，又是原价169了。对，169了，那没有了。我看一下有没有没付款的，看一下有没有付款的。太贵了，不买，不买，太贵了。太贵了。嗯。那我看一下，再给你看有没有。哎呦，就是小助理在不在啊？就是那个他们没付款的，能不能就是把它踢掉？没付款的能不能踢掉啊？没付款的，还有那个用户137，还有那个张哥，还有那个。
李薇妈妈就是没付款的，就是能不能把那个库存给他踢掉啊？我这，你们库存给他踢掉好不好？还有三单没付款的，三单没付款的能不能踢掉？把它踢掉好不好？三单没付款的，给他踢掉。我在不在？在不在？小助手在不在？把那个没付款的不要站着那个问口。哦，有了，你们刷新一下哥姐们，刷新一下，有了哈。还有三单哈，有三单没付款的哈，他们没付款的。哦、他们没付款的。啊，对，那个赶紧抢。赶紧给我抢两单。啊，赶紧抢一单是吧？赶紧抢一单。抢两单吧。抢两单了、啊。嗯。啊、哦，好，嗯，来，一，好，哥姐们有了哈，有三单哈，你们自己排自己抢哈，就三单了哈。他这个是一个哈，香港大药房哈，香港大药活乐油哈，就是他是啊、就是一个香港政府注册哈，正品保证哈，他有个每一瓶他都带一瓶防伪码，哥姐们哈，一瓶的话他是有50毫升啊，他适合什么人群用的，哥姐们，适合那种哈，就是每天就是坐一个位置，就是啊坐一个位置然后不动的哈，就货车司机啊哈，就是比如像就是这里不舒服那里不舒服的哈，这里不舒服这里那不舒服的，磕磕碰碰的，哥姐们，磕磕碰碰的哈，比如是啊他头部不适哈，就是肌肉哈，就是这些哥姐们哈，这些哈，然后他的就是啊，对哥姐们，他的你们看他的啊，就是这种原材料，哥姐们，原材你们看哈，他这都是这种成分，哥姐们哈，来，现在原价是139一瓶，现在的话哈，他就做一个品鲜，就个品鲜哈，现在只要39.9哈，拍一跟你们发两瓶，哥姐们，拍一，然后你们到手的话是这样，两瓶，哥姐们，两瓶到手哈，一瓶是50毫升哈，就每家每户必备的一个活乐油哈，因为这家里面有老人呐、啊、哈，就是有运动爱好者啊，有喜欢钓鱼的哈，以后开货车的哈，或者就是哈，这里这里啊什么风风湿湿啊那里不舒服啊，这里不舒服的，哥姐们哈，都可以用哈，来还有三单哈，你们赶紧拍，赶紧抢，哥姐们，就。还有三单哈，你们自己刷新一下。现在如果是39.9，你们就可以赶紧拍，赶紧抢哈。如果是这样子哈，就直接点进去，我教你们怎么拍，哥姐们，教你们怎么开哈。这样，这里有个小黄车，你们点进去啊，点进去，然后就这里有个去抢购，然后这里哈就是这里，然后你们提交你们的位置哈，就是你们收货位置提交好哈。这里下面有个哈。某宝还有个抖音支付哈，还有个某微支付哈，然后提交订单就可以了，哥姐们哈。如果他今天来得及的话，今天给你们发货；如果来不及的话呢，48小时就给你们发货，哥姐们，48小时给你们发货，坐等发货，哥姐们哈。有了，还有两单，你们赶紧拍，赶紧抢，哥姐们，还有两单哈，最后两单了，谁拍到是谁的，哥姐们，最后两单了，你们赶紧拍，赶紧抢，哥姐们，就两单了哈，最后两单，你们点进去哈，点进去，然后这里好像在点进去，然后去抢购哈，这个东西，这怎么说，我光说哈，你们要自己拍回去好不好用，自己用了才知道，哥姐们哈，反正这个价格，39.9，现在买不到一双好鞋子，买不到好双衣服哈，也买不到一包华子，哥姐们哈，39.9。但是能就是方便很多东西啊，家必备着，哥姐们哈，给自己老爸老妈哈，爷爷奶奶哈拍一瓶，哥姐们哈，给自己老公哈老婆拍一瓶，哥姐们哈，来，好，没拍的再拍一下，哥姐们，最后两单了哈，家人们哈，最后两单了哈，来，你们赶紧拍，赶紧抢，哥姐们，最后两单，我看两单了哈。来，就还有没有，如果它是169的话你们别拍了哈，169的话就没有了，哥姐们，如果还是39.9的话啊，就是还有两单哈，就是踢出来名额哈，踢出来的哈，刚刚就是有两单就是没有付款的哈，没付款成功了，然后就直接踢掉了，哥姐们，你们点击去抢购哈，去抢购，然后点击哈，就是这里有个某微某宝支付，然后提交订单都可以哈，坐等收货，哥姐们，你们提交订单坐等收货就行了哈，主播再怎么说就是好不好用，这你们自己用了才知道，哥姐们哈，一定要就是你不爱护自己谁爱护自己是吧，哥姐们哈，是不是不要等到了哈，就是卧床在床上了不动了，走不动了或怎么样，哥姐们才去想到这个东西，这样就不好，哥姐们一定要必备着哈，家里面常必备的一个活乐油，哥姐们哈，好了，那我不要走了，差不多不要，没有了，就一单了，哥姐们，就一单了哈，你们自己排自己抢啊，最后一单了，你拍了是吧？我在这里现在。轻松很多了、刚刚都是胀的，现在还有最后一单，哥你们，最后一单了，来，就是还有一单，最后一单，哥你们，你们赶紧拍，赶紧抢哈，最后一单了，谁抢到就是坐那，谁抢到就是谁的，哥你们，谁抢到是谁的哈，拼手速拼网速哈，最后一单了，谁抢到就是谁的哈，哥你们再拍最后一单哈，
哎呦，这里真的下大雨了，我们走吧，回去吧，这雨太大了。我手机没多少电了，快快快。手机没多少电了。你们还没拍的赶紧拍，哥姐们没拍的赶紧拍哈，最后一单了哈，谁拍到就是谁的哈。哎呦，哎呦，这个雨。这个图在这里。真的下雨了这里。它这个颜色摇起来是这样的，哥姐们，它有个哈。摇起来是这种的，哥姐们，摇起来它是这样子的哈。走快一点。哦，哎呦，这个雨太大了，家人们，我手机没多少电了，家人们，我等一下再给你们开，哥姐们哈，我等一下再给你们开哈。哥哥，我们赶紧去接乐乐去了。哦，这里下了好大的雨，真的下雨了。他们，你们看到哥你们这里屋子下了好大的毛毛雨哈，我哥姐们，你们把这小关小柱按一下，我这手机没多少电了，我先下了，哥姐们，我先下了哈，你们把这个按一下。哎呦，这一单哥姐们，你们自己最后一单了，你们赶紧去拍，赶紧抢哈，最后一单了，没拍的赶紧拍，我下了，哥姐们，我下了哈，下了哈，拍到就是赚到哈，拍到就赚到哈，我下了下了，下。我去跟哥哥姐们打个招呼，我们先下了，等一下再给你们开吧，打个招呼吧。哥姐们，我先下了，这雨太大了，这个雨太大了，下雨了，下雨了，雨太大了，我等一下手机也没电了，等一下再给你们开，家人们哈，等一下再给你们开。我看下午的话如果不下雨了再给你们开一波。哥姐们，我下了下了，拜拜哥姐们，拜拜哈，没点关注的把这个小关小猪按一下，好冷啊，谢